大家早安。我们现在要去健身。暌违已久的健身房。对，暌违已久，因为林卡已经肥到不行了。今天天气超好。运动，其实每次看你好像做的东西都觉得很好笑，因为他会这样坐下来的时候把你的手往后，对，把后面的背肌夹起来，往后就有一个往后那夹起来的感觉。这些鸡胸肉让我们准备这一桌充满蛋白质的一餐。刚刚说过，运动完就是要吃鸡胸肉，乌冬口味的鸡胸肉，待会我们大家试试给大家看看。这是我刚刚用原味做的这个有沙拉、有蛋、有鸡胸肉的一个拼盘，使用的是它的原味鸡胸肉，然后我又撒一些黑胡椒。你说这个叫什么？酥肥。对，它是用苏肥制作。其实它这个虽然说是原味，但不会说很没味道，有一个鸡肉的甜味。所以说一般运动完了，他们都是真的就是吃无调味的鸡胸肉，应该是用水煮就好了。然后水煮有一个缺点，没有味道，然后要加盐巴，捏一半就吃不下去。准备了盐巴，但根本不用。而且我觉得这超方便的，运动完这一片就可以当一餐，加一些菜啊。我们还准备了豆浆，然后还准备了水果。然后我想要吃别的口味的，这个是柠檬胡椒，这次推出了五种口味，全部都是五星主厨特别调味的。然后它其实退冰就可以即食的，它闻起来那个柠檬味道很香，有点柚子的味道，柚子皮，有点柚子皮的味道。我要讲的，很香，超香的。很喜欢，很清爽。就是它的优点就是它比便利商店多口味，便利商店吃太久真的会很腻，便利商店就是原味跟黑胡椒的样子。它这次出了好多种口味，下一个是这个西京烧酥肥鸡胸肉，它里面就是有味噌、清酒、煎鱼、酱油，就是比较日式风格的那一种。它其实超大块，它大概比全家再大块三分之一。便利商店，闻起来你知道像什么吗？像什么？贝汁。有一点，有一点。它有加酒，它有加清酒。那么牛吗？这个味道形容不出来。这感觉是一个料理，我觉得它的味道都不是很常见的味道，甚至有一种高级感。超嫩的啦，真的超嫩。真的很嫩，真的好吃，真的好吃。不知道这泡会觉得蛮甜，它奇怪。然后更甜。你吃到鸡的味道，然后也吃到它的甜味。
且清酒有去腥的作用，虽然前面也没有什么鸡腥味啊，但我觉得就更甜了一点，这就是有一种很淡雅的感觉。对，这个好吃耶，这有点不知不觉把它吃光。只是这样很好吃。你现在还要吃鸡胸肉，好难过。你运动完，你可能还要去哪里忙，或者是你还要去上班，你就可以带这个鸡胸肉。其实你打开，你就可以直接吃了。再来这个吃，我超期待。这个是剥皮辣椒口味，它里面就是有剥皮辣椒、蚝油、大蒜跟盐巴，还有一点太白粉。来试试看，它很香哎，它超香。它里面有剥皮辣椒。好酷哦！我给大家看一下，它里面有薄皮辣椒。怎么塞的 ？Surprise！ 薄皮辣椒我在这儿。它感觉是这样放一整条，哎，超猛的啦！它里面有放了一个薄皮辣椒，难怪味道这么重。这味道也比较重。有，嗯，可是比较咸。一般我们如果肉加盐巴的话，那个就可能就咸咸的这样吃。但是我很喜欢它这个咸，它不是那么咸，蛮清爽。挖一个鸡肉，然后上面放一块剥皮辣椒。嗯，这个也好嫩哦。嗯，很好吃，我好喜欢。剥皮辣椒超好吃的，而且剥皮辣椒脆脆的，所以你就会吃起来很有口感。它也不很辣，微辣，微微的，可是很舒服的辣，你吃下去就是很清爽，很爽。嗯，好好吃哦。这是男子汤。谁想得到鸡胸肉可以做剥皮辣椒口味？对不对？那把剥皮辣椒鸡汤应用在鸡胸肉上面，我觉得超棒。它真的是塞了一条在里面，这是惊喜耶，真的很好吃。不过它就是腌制放在一起。对，我以为它就是有它的风味在。这个我会啊。嗯，我也会。好，那下一个，这个是泰式冬阴酥肥鸡胸，它里面就是有冬阴酱、砂糖、柠檬汁、柠檬叶跟盐巴这样子。好，来吧，来试试看，好香哦。嗯，有点吃太多菜的感觉。完全就是啊，我以为我在喝冬阴汤，好好喝哦，好喝，好好吃，它味道调的超好，各种香料味，然后柠檬香，然后那个冬阴功的味道。假设说今天一个健身日，按大家自己的身材，然后健身房都想吃鸡胸肉，肚子想要吃太多。就是吃这个，真的就是这个。喜欢泰式料理那种酸酸辣辣的，绝对要买这个。然后另外啦，如果喜欢想吃日本料理，就是刚刚那个日式清酒。喜欢泰式酸辣的，一定要买这个，这真的超好吃，它很香，有酸酸的味道，但不会太酸。然后它虽然这样看起来红红的，但其实它不会到太。个口味都各具特色，它虽然味道很丰富，但是不会太咸，不死咸的那一种，好吃耶，好厉害，特别。就怎么会想到要用冬阴口味？好啦，我们吃完了五种口味，我们一起选出最喜欢的口味。等我一下，我也要等一下。好，我选好了。我选好。好，一二三，剥皮辣椒。我喜欢小巨人还是剥皮辣椒？我也很喜欢剥皮辣椒。第二名的话，应该就是冬阴功跟那个日式西京口味。我木小轩这五个口味的酥肥鸡胸肉，在狼窝商城有做一个组合优惠价，限时只有到11月30号哦。所以有兴趣的朋友们可以点开资讯栏下面去看，一定要吃吃看剥皮辣椒、冬阴功、西京口味也可以。好，如果喜欢的影片的话，欢迎你。可以追踪我们的 IG 跟 Facebook， 那我们下次见啦，拜拜。嗯，好棒啊，好想吃，买我手。